们上课吧。同学们好。老师好。好，今天的对话我们还是在哪里？齐娜。在丁老师家。对，还是在丁老师家。好的，那说话的人是谁？伟林。是丁老师和丁太太和学生。老学生。不是琳达，路易斯，路易斯，对，他的中文名叫做路易斯。好，那丁太太只说了一句话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请一个人帮忙。好，那路易斯，王爱丽，你是路易斯。好，然后李东宪，你是丁教授。好，那爱丽，丁太太，好，开始。说实在的，要不是您教学有方，我还不是进步的这么快。哪儿的话，这是老师应尽的责任吧。其实主要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老师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再待一会儿吧。不然我还有点事。好，那我就不留你了。回美国后，代我向你的父母问好，别忘了有空给我们来信。老师再见，师母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好的，今天两个人的声调都非常好。那王爱丽，我也不可能进步，我也不可能进步的这么快，我也不可能进步的这么快。嗯，好，一起说，我也不可能进步的这么快，我也不可能进步的这么快。好，出现哪儿的话，哪儿的话。好，一起说哪儿的话，哪儿的话。那下面安琪恩，你是路易斯，凯瑜，你是丁教授。好，那王爱丽是丁太太。说实在的，要不是你教学有方，我也不可能进步的这么快。哪儿的话，这是老师应尽的责任嘛。其实主要还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老师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再待会儿吧。不了，我还有点事。那我就不留你了。回美国后代我向你父母问好。别忘记，有空给我们来信。老师，再见。师母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好，那席恩，说实在的。说实在的。对了，一起说，说实在的。说实在的。席恩，教学有方。教学有方。对了，不可能。不可能。我也不可能。我也不可能。不早了。不早了。好的，师母。师母。很好，那凯瑜，责任。责任。对，责任。责任。一起说，这是老师应尽的责任嘛。这是老师应尽的责任嘛。好，那下面瑞斯，你是路易斯。子涵，你是丁教授。好，然后凯瑜，丁太太。说实在的，要不是你教学有方，我也不可能进步的这么快。哪儿的话，这是老师应尽的责任嘛。其实主要还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老师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再待会儿吗？不了，我还有一点事。那我就不留你了，回美国后，代我向你的父母问好，别忘了有空给我们来信。老师再见。对。师母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好的，瑞斯不可能。不可能。对了，不可能进步的这么快。
不可能进步的这么快。很好，那子涵努力。努力。对，不留你了。不留你了。对，你要注意你的呢和了。还不错。好，下面齐娜你是路易斯，朴东基你是丁教授。好，那丁太太，布瑞斯，丁太太。说实在的，说实在的，说实在的，要不是你叫谁有方，我也不可能，我也不可能，我也不可能，进步的这么快。哪儿的话，这是老师应尽的责任嘛，其实主要还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老师，时间不到了，我回去了。再待一会儿吧。不了，我还有点事。好，那我就不理你了。回美国后，代我向你的父母问好。别忘了，别忘了给我们来信。嗯，好。老师再见，师母再见，再见。好，那齐娜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也不可能，我也不可能。进步，进步，对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时间不早了。一起说，时间不早了，时间不早了。好，朴东基责任，责任。对了，别忘了有空给我们来信，别忘了有空给我们来信。对了，好，下面马毅你是路易斯，那艾丽你是教授。好，齐娜，丁太太。说实在的，要不是你，您，教学有方，我不可能，我也不可能，进步的这么快。哪儿的话，这是老师应尽的责任吗？其实，主要还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老师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再待会儿吧。不了，我有一点事。好，那我就不溜你了。回美国后，代我向你的父母问好。不别忘了有空给我们来信吧。老师，再见。师母，再见。再见。好的，好，满意。不早了，不早了。对，不了，不了。很好，你今天说的不错。好，艾丽，这是老师应尽的责任吗？这是老师应尽的责任吗？对了，其实，其实，再待会儿吧，再待会儿吧。来信，来信。好的，好，下面，科大利是路易斯，韦林是丁教授。好，那艾丽是丁太太。说实在的，要不是您的教学有方，我也不可能进步的这么快。哪的话，这是老师应尽的责任嘛。其实主要还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老师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再待会儿吧。不了，我还有点事。好，那我就不留你了。回美国后，代我向你的父母问好。别忘了，有空给我们来信吧。老师再见，师母再见。再见，再见，师母在那里吗？再见。好的，好，那柯大力，要不是，要不是。您教学有方，您教学有方。对了，我也不可能，我也不可能。不早了，不早了。好的，韦林，责任，责任。对了，努力，努力。
啊，努力，努乌努力，努力，再说一次，努力，努力。啊，对了，不留你了，不留啊，不留你了。啊，对了，一起说，那我就不留你了，那我就不留你了。好，伟林，美国，美国，回美国后，回美国后。嗯，对了，好，最后董安梅，你是丁教授，那朴东基，请你做路易斯。好，伟林，丁太太。好。说实在的，要不去你教学有方，你教学有方，我也不可能，进步的这么快。那的话，这是老师应尽的，责任嘛。其实，其实主要还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嗯，老师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再待一会儿吧。啊，不了，我还有点事。好，那我不留你了。回美国后，代我向你父母问好。别忘有空给我们来信。老师再见，师母再见。好，没关系，都可以。好，朴东西说的不错。董安梅，哪儿的话？哪儿的话？好，一起说哪儿的话？哪儿的话？董安梅，责任。责任。对了，这是老师应尽的责任吗？这是老师应尽的责任吗？嗯，好，一起说，这是老师应尽的责任吗？这是老师应尽的责任吗？那下面我们来回答问题。这个路易斯为什么觉得自己的中文进步得很快？为什么他觉得自己的中文进步得那么快？好，艾丽。因为他觉得丁老师的教学有方。丁老师教学有方。丁老师教学有方。嗯，教学有方是什么意思？方健。教得很好。教得很好，有方是什么意思？水灵不是方便，方便吗？不是方便。凯瑜，有方法。对，方法 method 啊，它有很好的方法，所以东健说的很好啊，教的很好。那路易斯说，要不是您教学有方，要不是是什么意思？要不是，如果你没有，如果你没教学有方，要不是就是如果不是的话好，所以路易斯怎么感谢丁教授？路易斯怎么感谢丁教授？他说要不是怎么样？凯瑜，要不是您教学有方，我不可能进步的这么快。我也不可能进步的这么快。好的，那你现在可以上威廉大学，你需要感谢谁？你现在可以上威廉大学，你需要感谢谁？朴东西。我需要感谢我的父母。好，那现在，凯瑜是你的妈妈。妈妈，要不是你教学有方。他没有教学有方。可以说对，要不是您，你就说要不是您。要不是您，我。我也不可能。我也不可能上威廉大学。对了，好的，那柯大力，你现在可以上威廉大学，你需要感谢谁？我也感谢我的父母。好，那子涵是你的爸爸。爸爸，要不是您，我也不可能上威廉大学。很好。那爸爸应该说什么？哪儿的话，哪儿的话，这是我，应尽的责任。可以，好的。那这个中文进步的很快，进步是什么意思？进步是什么意思？朴东基。更好。更好，对，越来越好。越来越好。对，好。那这个学期你的中文进步快不快？这个学期你的中文进步的快不快？潘西恩。这个学期。我的中文进步越来越快。可以说进步得很快。进步得很快。那很好。艾丽，这个学期你的中文进步得快不快？有的时候快，有的时候不快。有的时候快。
说我的进步比较快。我的进步比较快。嗯，可以。好，那这个学期你的中文进步大不大？你的中文进步大不大？子琳。这个学期我的中文进步比较大。嗯，进步比较大，那也很好。那瑞斯你呢？我也觉得这个学期我的中文进步比较大。嗯，那很好，我很高兴。好，那殷教授觉得路易斯的中文为什么进步的那么快？嗯，缇娜。因为路易斯努力的结果。他觉得因为是他觉得是路易斯努力的结果。哦，那为什么丁教授这么说呢？为什么丁教授这么说呢？嗯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他很客气。对，他很客气，他说客气话，对吗？好，那下面我们来试试看啊。好，那董安梅，你是董老师，我是学生。董老师，要不是您教学有方，我的中文不可能进步的这么快。那的话，这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哦，好，那董老师很客气。好，那下面潘奇恩，你是学生。好，王爱丽，你是王老师。谢谢王老师。要不是你教学有方，我不可能进步的这么快。我的中文不可能进步的这么快。中文进步的不可能，进步的这么快。哪儿的话，就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嗯，可以。好，下面李东宪，你是学生。好，柯大力，你是柯老师。柯老师，要不是你教学有方，我也不可能，我的中文不可能进步的这么快。哪儿的话。这是老师，应尽的责任嘛。嗯，你的中文进步的这么快。你的中文进步的这么快。嗯。因为你自己主要是你自己的努力的。自己努力的结果。努力的结果。嗯，可以。好，那请说，这是我应尽的责任。这是我应尽的责任。主要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主要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好，那瑞斯，你是学生，马老师。老师，要不是你教学有方，我也不可能进步的这么快。那的话，即使你还是主要你还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嗯，那这是老师应尽的责任。哦，这是老师应尽的责任吗？好，可以。好，那这是老师应尽的责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嗯，这是老师应该做的。对，可以这样说。哪儿的话还可以怎么说？哪儿的话？凯瑜，哪里？对，就是说两次，哪里啊，差不多。好，那如果你是客人，这个时候你需要走了，你应该说什么？嗯，王爱丽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嗯，那如果客人说要走了，主人应该怎么说？嗯，潘先。再待一会儿吗？嗯，那我们还学过什么？我们还学过调动机。再坐一会儿。再坐一会儿吧。忙什么？再坐一会儿吧。嗯，好。那如果你们还没有吃饭，主人可以说什么？嗯，凯瑜。嗯，吃了饭再走。对了，嗯，那你真的要走了，你可以说什么？我有点事。我有点事。不了，我还有点事。好，然后主人可以说什么？艾丽。好，那我就不留你了。嗯，可以。好，那丁教授请路易斯回美国后做什么？子安。他请他带他向他的父母问好。嗯，好，那现在
短美，你很久没有见到朴东基了，那你请凯瑜代你向他问好。凯瑜，你回宿舍后？宿舍后，他的。凯瑜你看到朴东基的时候？你看到朴东基的时候，代我向朴东基好。问好。问好。嗯，好，没问题。嗯，可以。好，那王爱丽，你很久没有看到李东宪了，你请瑞斯带你向他问好。瑞斯，您看到李东宪的时候，带我向他问好。好，没问题。嗯，可以。好，那齐娜今天她要去见校长。校长，好，那马毅，你请齐娜带你向校长问好。校长，他不是校长，他要去见校长，他要去见校长。齐娜，你还是？听说你要去见校长。听说你需要，校。见校长。见校长。嗯。请你。嗯。给代我问，怎么说？向校长问好。向校长问好。再说一次，请你。请你向代我。代我请你代我向问话。校长。校长问话。问好，问好。好，再我们一起说，请你代我向校长问好。请你代我向校长问好。好的，那伟林要去见校长。好，艾丽，你请他代校长，代你向校长问好。伟林，听说你今天去看校长，校长请你代我向他问好吧。好，没问题。嗯，可以。好，那丁教授还请路易斯做什么？安琪恩。丁老师还请路易斯，别忘了有空的时候给他们来信。嗯，我们对话的时候说来信，可是你说的时候你可以说什么？写信。哦，写信。啊，再说一次，他还请他。他还请他有空的时候给他们。写信。啊，对了，那给我来信是什么意思？给我来信是什么意思？凯瑜，写一个给我写信。嗯，还可以怎么说？给我怎么什么信？给我，发东西。发信。不是。send 那个中文怎么说？送。寄，对，好，一起说寄信。寄信，给我寄信，给我寄信。好，信的量词是什么？我们说一什么信？封信。啊，很好，一起说一封信。一封信。好，那这个是信吗？这是信吗？包。这是什么？包。这是包裹，对，好，一起说包裹。包裹。一什么包裹？一什么？一什么包裹？一个包裹。一个很大的啊，一个包裹，就说一个包裹。好，那看一下。我要这个。你要这个？好，那这个是什么？对，很好，一起说明信片。明信片。好，那这个明信片的量词是什么？一什么明信片？一张。对，一张明信片。好的，那这个明信片，这张明信片我可以寄了吗？我写好了，我可以寄了吗？不行。那我得做什么？子涵。你要贴一个邮票。贴一张邮票。要贴一张邮票。那我贴一张邮票。好。那贴好了，好，一起说贴邮票。贴邮票。贴一张邮票。贴一张邮票。好，那如果现在你要写一张明信片，你最想寄给谁？如果你要写一张明信片，你最想寄给谁？短美。我最想给我父母。哦，寄给我父母。寄给我父母。潘先，你呢？我也最要。最想。哦，最想寄我父母。寄给我父母。寄给我父母。好，王爱丽，你呢？
我最想寄给我的妹妹。哦，好，一起说，寄给妹妹，寄给妹妹，寄给我的父母，寄给我的父母。好，那如果我要把这张明信片，要寄到香港，寄到香港，最好怎么寄？东线，寄航空，寄航空，寄航空，对，寄航空是什么意思？用满意啊，飞机，对，好，英文怎么说？可以，对，对了，所以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要不是啊，什么什么，好，那你忘了在明信片上贴邮票。然后你的同学告诉你，你得贴邮票，那你要谢谢他。好，柯大力，你忘了在明信片上贴邮票。瑞斯告诉你，你得贴邮票，你要谢谢他。要不是，要不是我忘了。要不是你告诉我。要不是你告诉我，要贴邮票。要贴邮票。我也不可能，不可能把这张明信片寄出去，把这张明信片寄出去，把这张明信片寄出去。好，再说一次，要不是你告诉我，要不是你忘了告诉我，你不是他忘了，要不是你告诉我，你得贴邮票，得贴邮票，我也不可能，把明信片寄出去。好，那瑞斯可以说什么？那的话，是朋友应啊，这是朋友应该做的，应该做的。好的，很好，可以。好，那马毅，你的中文进步得很快，你谢谢伟林帮你练习中文。说实在的，要不是你小水。你帮我练习，我不可能进步的这么快。哪儿的话，这是朋友应该做的。可以。好，那西恩，你谢谢王爱丽帮你练习中文。王爱丽，要不是你帮忙学习中文，帮我练习中文，我就我也不可能进步的这么快。哪的话，这是朋友应该做的。很好。好，下面齐娜，你生病了，董安梅送你去医院，所以你的病很快就好了。那你谢谢董安梅。董安梅，要不是你送我去医院，我也不可能我的身体不可能这么好。那的话，这是朋友应该做的。哪的话？